午安，你好，我是陈丽婷，欢迎来到午间气象时间，一起来关心天气。今天清晨，因为华南中层水气有增多的关系，移入到了台湾，因此北台湾清晨的时候云量偏多，甚至还有一些零星雨出现。不过这个水气很快就消散了。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观察到，在台湾周边水气依旧不多。今天各地几乎是呈现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，只有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雨出现，而温度方面表现也跟昨天很接近。先来看到昨天白天高温呢，屏东跟花莲都测到了30度以上，各地是都比较温暖的。而至于低温方面，因为清晨夜里依旧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像是金门跟新竹也会降到10度以下。而今天各地高温平均是落在大约23到28度之间，至于清晨夜间低温一样是降得蛮低的哦，大约只有14到17度，所以大家记得入夜之后还是要来注意保暖了。那么到周日之前，整体的天气变化不太大，各地呈现比较晴到多云温暖的天气形态，但是到了周日之后就会有一波冷气团报到，而且强度可能会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等级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曲线图上可以观察到，周日之后温度就会明显的下跌了。那先来观察的是这个周一晚上到周二是变得比较冷的时间点，而整体来说呢，北部地区的高温可能就会下探到14、15度左右，而中南部地区也会跌到20度上下，各地低温就可能会跌到10度以下了。所以提醒大家呢，接下来几天整个厚外套都还不要收起来，都会派上用场的。而这个冷气团的影响会到周二、周三之后才会渐渐的回暖。至于降水方面，因为冷气团的风场也会带来一些水汽，所以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局部的雨势了。接着我们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今天。